这个武阵必须从速脱身。 加德王王烟混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沈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 又是一场恶战。
情谊。演播权乃魔界禁地。
先回神界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严伯不愧是地脉之火元老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，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魔尊，他怎么出现在这里？是俺主公不齐，不他了。这八七啊，
先去村里逛逛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风庞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庞大叔送过去吧。嗯，庞大叔似乎不在。嗯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
查呢。你的话，拿我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我探听兄妹？好像。养马的好着呢。庆叔回来了，多绣几幅，给小张买糖。多学点，明天多卖几幅。没有枪毙。